Hello， 大家好，我是 Liam， 欢迎回到今天的 Vlog。那今天呢，是一个期待非常久的一天，有一个我期待非常久的活动。昨天晚上呢，甚至没有睡得很好，然后今天早上比闹钟早起了一个小时。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这么期待呢？看下去吧 ，Let's go。刚刚二十几杯，然后订单被重置了。哇塞！一恒点吗？有在场是可以点自己的，这样走。然后其他人就是点那个。我们大概再传五六个人就好。好好好。学弟学妹就弄个鲜度，喝一样就好。还要订什么？表演者可能还是问一下好了，就是表演者，然后就讲。OK。财神长老问一下就好，然后剩下都点一样。他摄影证。摄影证我还没，嗨，耶，嗨，摄影证我还没，耶、yeah. ，这可以录吗？摄影证我还没给，还没给 Oscar。认真的社长，辛苦了。今天晚上，对，应该可以睡个好觉。吗？有续摊呢？哦，你续摊、哦，一样投选呢、哦？不知道，不知道，好。想说到时候再决定。OK OK。你在录什么？我在录 vlog。哦。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剪出来，剪出来可能人在国外之类的。那剪超慢。干嘛都拍我？你最可怜了、啊。没有。每年魔业最可怜就是社长嘛。还好了。OK， 好，那今天其实是要去看第27届的台大魔幻之夜，那这也是我出国前可能最后一次可以看到现场看到台大魔幻之夜的一次机会了，所以特别拍了这支影片，想要记录一下这个时刻，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带给我非常非常多。从大二大一开始加入这个社团，开始认识这边的人，然后到大二当了干部，然后和这些干部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也交了很多朋友，对，然后到最后二下的时候，也就是三年前，我也站上了这个舞台，所以应该在前一支影片，如果顺利剪出来的话，就是那一支。我感谢当初有帮助过我学长姐的那个，对，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我学到非常多，而且我也看到非常非常多，台大生在，尤其是课外之外的表现，也可以这么样的亮眼，然后自己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所以我非常感谢当初的自己有做这个选择，有来这个社团，然后有待下来，有站上这个舞台，那甚至一路帮到了学弟妹，到了现在。对，我是非常的感谢曾经有的这段经历。那待会我们就要去看27届的台大魔幻之夜。好，那接着来补充一些出国的进度。那现在是6月，我是8月20要飞往美国。那现在基本上多数事情就准备就绪了，只剩下一些生活上面的细节，出国前需要再打理一下。那大部分基本上都准备的差不多，最近就特别感觉很微妙，因为这一去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至少半年会见不到家人。那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好奇那时候的自己的心境的转变会是怎么样，对，然后自己又会有什么样的体悟跟成长，所以这是我蛮期待，然后也好奇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对啊，那但不论如何，我觉得相信这都会是一段很棒的回忆。很棒的学习。好，那出国之后有任何的生活再和大家分享。然后一个巧克力可可脆片。大杯吗？巧克力可可脆片好了。好，谢谢。
然后这段时间要干嘛？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道具那个补修的修一修吧。要跑程序。你等下跑就空跑就好了。对啊对啊对啊，这家伙也是到最后都在空跑。我那天一直看。你有在偷偷观察我就对了。这家伙，哦，你那时候好久哦，看你一个人在那边紧张到最后，然后这样这样。看，其实压轴蛮痛苦的。很久，其实我超级久，我的梦想一直都是开场，开场吗？开场，结果一直到最后都是压轴，没有机会开场。行吗？三，好难过、哦。但压轴很爽哎、欸。哦，我想说开场是演完就没你事，演完就没事了，对啊，就可以等大家看，超级爽。哎、欸，对对对，哦，我施法力很。对，没错。那我爽，我就我来发个限动，太妙了，这太可爱了。我也觉得，对啊，他们就是手机跟水壶放这个位置，就不用问是谁了。哎、欸，这是真的蛮重要的。是谁想的？就那个主持大总统。哇，很厉害。我们今年的大总统真的厉害，非常辛苦。蛮，对啊，蛮辛苦的。很厉害，很厉害。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没看到你。哎、欸，像看到那个都紧张。会紧张，我也蛮紧张。你要换，你要拿票吗？好，我拿，我拿。我好像什么？对对对，立恒还没到的一个角落。对，我没有找你。Kevin 不知道有没有记得。25。在这里，这里，这里。在这边，在这边。就往他那边。没有，帮他讲。没有，他你看。好，谢谢。想一下，这个数字哪一块？你要帮谁拿吗？陆杰这边。我帮陆杰拿，好。陆杰这个。OK， 谢谢，谢谢。对，情况可以录一下。可以啊，真可以。OK， 可以。G 范姐，有 G 范姐，分享一下你是怎么那么……哎、欸，等等等，哎、欸，这明年要不要回来上班？不要，你可以，明年不会回来，明年不会回来。可以啦，我去年是这样讲的，我现在还不在。英国硕士不是一年吗？真的？可是我们应该不会回来、欸，就我们课程到八月。那我们为了你办在九月，怎么可能？回来迎新，到回来上迎新，不要乌鸦嘴，不要乌鸦，可以了，对啊。我想再看篮球程序了，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了。我想看真实的。他那个哦，所以你说他那个哦，录进去了，录进去了。有。我在。他会剪掉。那大家稍微记一下自己拿了多少钱。你有看起来账号吗？对，大家可以再来找我。我刚缴了500块，现在我等要拿600回来。好。对。聪明。这样我的 ROI 就是120，哎，就是20。净赚。干完在 NBA 读了一年，不知道 ROI 是什么东西。变一个简单的。我拿去隔壁的烧肉吃。钞票可以变魔术吗？来。这边有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嘛？对，六张。好，仔细看啊，大家摇一下，摇一下。哎、欸，变轻了。哎呦，是这样五张。哇！哎，阿丽，我想去全家买个吃。我应该也去全家，我到这边还是去全家。来到这里还要去全家吃啊？早安呢？耶！没有，我现在很喜欢狗。Oh my god! OK, 终于要开始啦！快点！录影了！对，来吧，机器，这是一定要的！要！哎！赶快！两个镜头嘛！两个镜头，你要大家看。耶！记得我。马子，大家今天暴气！啊！你说我社长嘞？不要吵！我先会先讲一段话，然后等一下会念每个人名字，每个人念完名字之后，大家一起喊加油，可以吗？好。然后最后我会讲台大魔术社，然后就三声加油。好。好，来，舞台是魔术师的家，今天我们就要回家了。今晚这个舞台就是你们的，好好享受舞台跟掌声，相信你们的程序，稳稳的跑，暴气吊打一发。刘宇辰，加油！岳飞华，加油！陈冠佑，加油！张浩翔，加油！黄海威，加油！黄博文，加油！陈志宏，加油！徐俊成，加油！周正伟，加油！陈映真，加油！严培云，加油！黄博翔，加油！李俊生，加油！吴万林，加油！杨玉准，加油！陈彦良，加油！杨浩勋，加油！台大魔术生，加油！哎、欸，你知道他刚刚喊舞台的时候，我真的习惯性的差点讲出来，就是舞台，什么了？对，然后因为我们就一直嘴说舞台加油，然后我刚这个不小差点说。张浩，请带着你自己的随身物品。我的票。应该还记得吧？就是叶。
很久没有看到你了。阿刘秋，你好，你好，哦，你是那个哦，我今天好像有表演啊。箭头，箭头，不是，我记得有一个表演者，我看叫，现在忘记。莎莎。Aaron 对了 Aaron 主持人来了，他终于可以啊，楼上来打啊，这边有一栋东西要撞，是认真，我第一次来，等一下上去打，我也是第一次来，直接打，直接打，梁文打，梁文师傅要不要打？来啊，来啊，来啊，漂亮，有了有了有，有了有 ，Nailed it， 可惜看不到嘴巴 ，Nailed it。舌上功夫，还好你看不到嘴巴，这样才可以播。不然整段都要剪掉。对啊，整段剪掉，全部整完刀，问我怎么。强强强，强多强，好紧张。等下换我。开始炸啦！开始炸你啊！哦，你是兄弟，耶！这是什么？我哥在拍 vlog。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梗？哥，这是哥的意思。好，有这厉害到这里。哥，立恒哥，你哥是吧？这样才是立恒哥。哥哥哥哥哥，哎哥哥哥哥，最后一位哥的成员耶。可以当封面说出歌，哦，我封面说，然后这边放一个那种超大的歌，哎，好，就这样这样，我指尖放一个歌，OK OK， 耶耶耶，感谢各位莅临第27届台大魔幻之夜 ，All in Magic， 台大魔幻之夜，我们。下次见。孙子吗？真的没办法坐下来。那我们要不要再往后一点？还坐在地上啊？还坐在地上？那坐地上好。然后我们往后边检查，能拍到大家。没有，你漏水了，漏水了，漏水漏水。是呀。强哎，强哎。爽吗？好爽。原则在第一排，原则在第一排，然后何干，何干出来，太帅了，一路感人时刻，完美完美完美，比赛比赛，耶，比啊比啊，屌哎，真的很屌哎，长真火，我在想长说海威的大傻逼有没有想，别怂，别每天都让高上去，这种沉重还跑，直接他就爆掉，是啊，超时了。帅气的，超值了，但还是帅。